大家看一下我这个书里边也引了张贤亮的创作谈，他谈到从库图佐夫的断臂谈起，是吧？他们这个伤痕是有美感的，伤痕为什么有美感？因为在这个伤痕里面，我这个伤痕是为国家、为民族留下来的伤痕，是吧？是整个民族在遭难。然后这个他被黄香九对他进行这样一种精神的迫害，是吧？这把他这个男人一旦这样的话，肯定这个是非常绝望了。但是呢，你看看这个，现在张永林真正要反击，他发现他国家出来反击没什么用，是吧？他然后对黄香九呢进行了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质疑，是吧？他说在这方面，当然你比我有经验。大家知道这个黄香九为什么他这是第三次结婚，是吧？第一次一个人把他那样一个出生问题是吧？他出生不好，他是最早可能是在单位啊，因为这里面写得很隐晦，可在单位跟他领导胡搞。那么在过去呢，就是说，那么胡搞连女的叫做破鞋，大家知道吗？就说作风不好，是不是？这个现在当然你这个男朋友越多越光荣是吧？在那个时候可不行，就是说你有男朋友的，他要叫你叫做破鞋，然后要判刑的，他判了3年劳教。但是呢，这里面他还写作黄香九呢，他非常的洒脱，那么一直叫他去申诉，是吧？一直要申诉，因为那个领导所以搞这些男女关系，他是属于作风不正派，资产阶级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吧？无产阶级肯定不是这样，无产阶级是禁欲的，是吧？然后他就认为他是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所以他判了3年劳教。那么然后有人跟他结婚。结婚呢，就老拿这个事情呢说他，老拿那个事说他，这个细节我有点乱了哈，不是你们可能刚刚看的可能会记得清楚一点，因为我们的活都只看这一段哈，别的细节看的记得不太清楚。那么他的意思大概就是，第一个老是拿他过去犯过错误，老改过，来这个来拿捏他。那么第二个呢，又然后他就受不了这个拿捏，就跟这个离婚了。离婚了又嫁一个人，嫁一个人呢，大概也是抓他的短处，也是说他作风不正派，是吧？然后有点区别哈，我现在忘了具体两个的区别是怎么样。所以他呢，跟张永林说：“你跟我结婚，我只有一个条件，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反正也提了两三个条件，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不准拿我过去的短处拿捏我，就是过去咱这动不动说你这个结过几次婚，离过几次作风不好，被这个判刑等等，这个对于女的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这种精神压力，是吧？她是因为受不了这个，所以她就这个，那么现在在这个时刻，他们突然间从一个恩爱的新婚燕尔的变成敌人了。那么他马上就拿出这个杀手锏来，是吧？就是说在这方面，当然你比我有经验，我突然对他产生敌意，没有战胜他，他和我自身都成了我的敌人。大家看一看精神在这里，那么精神是通过什么建立在什么一种基础上呢？他8年前你在劳改队里还想跟人干呢，然后你为啥还提过去？他本来是有约的，你这个废人，他先叫他废人，废人半个人，他我的话触犯了他，他更加恼怒了，然后你看看，他就恶狠狠地说，8年前就是那次他扒在那个水沟那里偷看他哈，那天你要是扑上来，小说前面写到他一直在咽口水，他到底想是要跑出去，还是要扑上去，还是要怎么样？但知道这扑上去的后果是吧？但是他也有可能有意外，是吧？就是然后有什么惊喜，但是也有可能有危险，危险就不得了，就是送命的。他还是跑掉了，选择跑了，从那个天里面跑了。后来赵永林跟他说：“我偷看过你怎么如此跟他说。那天你要是扑上来，我马上把你交给王队长，让你加刑。那时候我正想立功呢，你还当我是想你是爱你。”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吧，影子和肉体整个你分离了。
那么大家看看，他就把女性写得非常那个，是吧？女性因为她内向不行，然后就对她进行这么残酷的这样一个逼迫。但是这怎么办呢？然后两个人就进行了一个非常绝望的这样一个关系，就进入了低谷了，进入低谷了。所以这个唯物论者呢，现在他应该是身体也是一种。有一种合法性。其实大家看看那个时候的批评文章，都一直认为张永林是一个没出息的东西，是吧？赵显亮也是没出息的东西，就是写一个知识分子，就是因为身体不行，然后呢，这个在这上面试图通过这一点来表达知识分子对历史的一种抗议。那么，其实今天回过头来看看，张显亮的这条途径还是有他非常独特的方式，是吧？就说历史的这种创伤不只是胃的饥饿。是吧？还有身体的其他的器官的饥饿，其他器官的这种受到了一种创伤，是吧？我们一直不敢面对这种心灵的创伤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来落下的？心灵的创伤通过身体的创伤来落下，而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那么性的一种关系对他们的男女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关系中的创伤是。更严重的，在这里面，其实我还是认为张贤亮呢，通过这么一个环节，他写出了这个男女双方在那个年代所遭受的一种创痛。但是，当然，很多的女性主义者会提出一种质疑，就是这样的描写实在是太不真实，这样一种关系，它是以这种方式来建立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女性会完全有可能是不是黄香久的这种表现，是吧？他会关爱他，会帮助他，是吧？帮助他成长起来，是吧？但是你发现很奇怪，张贤亮最后就是跟这个黄香久就恶狠狠的就变成敌人了，然后他就去放马，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基本上这个婚姻呢，就都处于要破裂的一种状况了，破裂的状况。然后呢，有一次发生过一次大暴雨，是吧？大暴雨，然后什么堤坝要被冲垮，然后是张永林，岸上围了一大圈的人，就张永林跳到这个河里面去来抢救了集体的财产，然后被拖上来，拖上来了，然后到家里，到家里，大家看一看，这是到家里，那么他是抢救了集体财产，成为英雄。那么旁边是他耳朵里面听到有些人在议论，那么就是说，原话我大概忘了哈，我这里没有引用，就是有人议论哦，这个总而言之就是是一个教书先生，还是一个右派是吧？21岁就写了这个诗，其实就是张贤亮自己21岁在沿河发表大风歌是吧？打成右派，诸如此类的是吧？说他的名字还在那个县里边呢。这个什么博物馆里面哈反右大字放大字等等。那么他进了屋了，进了屋了，看见他正在炉旁揉面，在我眼睛里，他像是一块烧红的烙铁，他撂下手里的活向我扑来，我觉得他力大无比，一下子把我连抱带拖地弄进屋里，扶到炕上，灵巧的手。很快将我全身的湿衣裳扒得精光，拉开那床绣着拖拉机的被子，压在我身上。他那个被子上绣着拖拉机，过去那个年代都是劳动啊，不是绣着百合花，是绣着拖拉机啊。那么这一段大家也读一读就可以看到哈，那么突然间女性对他这种关切，这种关系都是靠革命来调整的，是吧？他这下成为一个英雄了，是吧？成为一个抢救集体财产的英雄了。那么救赎你能，他一边干什么？一边干一边数落我：“你成哪门子好汉？那么多人出身好、觉悟高，为啥不下水？”我在家就听说了，我心里就直骂：“傻瓜，也只有你这傻瓜才干这种事。你应该操着手站在干岸上看着，看他们平时喊革命喊得凶的人来干。”这个时候，女性一起相濡以沫，那么这种感情怎么会突然间冒出来？
是吧？你发现他太突然了，因为他们已经，他们的关系已经濒临死亡，已经变成敌人了，是吧？张永林提出要跟他离开，那么他呢，就是因为他变成抢救集体财产英勇，奋身不顾，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嘛，他又跑到外屋去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快，盛了一口喝了，早就给你熬好了，死等你不回来，我还以为你是淹死在水里了。这句话实在很难理，很令人费解，就是说他，那么已经那么关切他，就听说他在那里劳动，然后就给他熬好了姜汤，就等他回来，是吧？当然，这是他的劳动妇女表现爱的一种特殊的一种语气了哈。从他的惊呼声和一连串絮叨中，我体会到了关切之情。女人真是奇怪，不可思议，不可捉摸。这是怜悯，是同情，还是所谓的爱情？亦或是什么都有一点，又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种住在一起应该互相帮助的义务。他的脸在我眼前飘呀飘呀，像一只美丽的风筝。家里还是有个女人好，他不是也说过吗？家里还是有个男人好。原来这就是他说的两个单干户办了一个合作社。我这样想着，不禁微笑了。你笑啥？我说的不对。他拍打我的脸颊，哟，你看你脸还冰凉，来。把脸贴在我胸口上，他两手捏着衬衣两片下襟，往两边一分，这个也不宜啊，这不宜，但是这怎么会乱码啊？你看这个电脑都不好意思啊，电脑都那个，然后。石破惊天是吧？我产生了一种从我有个冲动，然后一伸手搂住了他。你好了，他的声音从很深很深的水底浮上来。是的，我也不知道。我笑了一种悲戚和狂喜的笑，一种痉挛的笑，笑声越来越大，笑得全身颤抖，笑得流出了眼泪。你还能吗？水底又浮上来模糊的声音。能，我恶狠狠地说，哎，他恶狠狠地说，是吧？那么你看看他这一段描写哈，自我从半个人变成一个完整人，不再是废人之后，一股火，然后当时就写了他们，这个他就能了，是吧？他就成了一个男人，从一个废人和半个人变成一个完整的人。那么你看看他是怎么来叙述这样一个本来是一个身体的一种复原，他就要把它。变成一种精神了，是吧？自从我从半个人变成一个完整人，不再是废人之后，一股火同时也在我胸中熊熊地燃烧起来。我感到我以前的一切行为，包括对他的谅解，都不是受过教育，有一定文化修养，遵循了先哲们的教诲所致，而是出于，这写错了，应该山马的怯懦，可耻的怯懦。我进入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他所布置安排的小家庭的舒适气氛包围着我，企图使我溶解在里面，但我却想粉碎这一切。没有获得之前期盼着他，获得以后却要放弃；没有进去的时候渴望进去，进去之后又向往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经常处在莫名的烦躁、记恨和悔恨之中，前面有一个模糊的希望在引诱我。烦躁、记恨、嫉妒和悔恨，只有在一次满足中才能平复。他给了我满足，但满足了之后又更加烦躁、嫉妒、悔恨，备受希望的折磨。那么他总是要把爱的行为变成粗暴的报复，是吧？大家注意到，他现在已经一天晚上，他忽然怯生生地这样说："我不像你。"我打断他的话："你是什么男人都可以的，我可不是什么女人都行。"那叫我咋办呢？哇，你看看他现在黄香九已经突然间，自从他男人成为男人之后。这个女人马上这个地位就下降了，是吧？这个男女的权力关系，它就发生一种变化，是一个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看谁的能量大，是吧？那么，所以现在黄香九，所以我想，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会批判张贤良的这种叙述，是吧？女性完全根据男人的这样一个身体的状态来显现她的一种态度，这可能是。张贤良
张学亮的一种想象。他没办法，我很冷静地说，我们是不会长的，迟早要离开。其实这样挺伤害女人的，是吧？她迟早伤害，要其实无非就是，那么身体有了本钱的张学良就不断地欺辱黄香九，一次一次羞辱他与男人睡觉的历史。黄香九用药告发张永林写日记，他拿到他的日记说要告发他，来换取张不再提他过去结过两次婚，他想维持婚姻与家。那么，张永林呢，就是那个黄香九其实是威胁他，是吧？黄香九威胁他。那么小说这一点，我觉得他写的还是到后面这一点还总算给黄香九找回了一点东西，就是黄香九是威胁张永林，并不是真的要去告发，他希望挽回，希望挽救。那么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他想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蒙受历史的一种创伤，这个创伤是通过身体来烙印到心灵上，使他们心灵发生了一种扭曲。那么这样一个路径，张学良自己是不清晰的，所以他写得很混乱，是吧？就是说他这个那段，那么他自己不行的，被他借助的力量，就是说知识分子这个心态的扭曲，他是通过设计黄香九做一个对立面，和他建构了一种敌意，然后使他又使张永林的那样一个变态扭曲变得合理，是吧？是黄香九先对他进行辱骂，然后他才表现出对他的敌意，同时呢，产生了对他的一种痛恨。但是呢，他这整个的这样一种关系的叙述，他是不清晰的，因为他把黄香九写得太势利了，是吧？就是黄香九好像只对男人的那一点感兴趣，是吧？那点好态度就好，那点不好态度就不好，是吧？然后后来变成一个温顺的这个小绵羊呢，也是因为这样一个阳具崇拜，所以他把女性完全写成一个阳具崇拜者，是吧？那么同时把女人对男人、婚姻、家这些关系的看法都建立在一个阳具崇拜上，那么这是对女性书写的一种不恰当，是一种男性欲望的想象，啊，这是我们所要批判的。但是他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试图通过知识分子的心理的身体的创伤，来写出他们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创伤。我觉得这样一种尝试，是在那个年代是有它值得肯定的地方。当然，最后他写出了黄香九的另一面，就是张永林决定要离开他。离开他的时候呢，那么黄香九还是一样的爱他。那么这些呢，他都写得非常的那种，充满了一种把黄香九写成一个，就通过女性对男性的一种爱的表达，在这里面，他一切都是通过身体。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小说它是全盘的。完全的是依赖身体，是吧？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知识分子精神这种复原，也不知道怎么去重新去处理这样一个农村妇女和她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交流。那么，他们因为身体走到一起，饥渴的身体走在一起，因为身体变成敌意，同时因为身体的修复，他们又走到一起，最后的离别也是要通过身体的馈赠来完成，是吧？然后，女性对男人最高的爱就是一个身体的馈赠，对于张学亮来说，仿佛是这样。那么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他拧过身来，把富有弹性的，这个火辣辣的语气说，说什么？大家看一看这段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男性的一种想象的语言哈。然后是月亮升到当空，房间里的灯一灭。月光突然像瀑布一样，向小小的土屋中倾泻进来，他的细声碎语在月光中荡漾。那么，我说这是小说中最动人的情景了，就在气绝中，还有一种彻底的奉献。就张学亮总是渴望他对女性，渴望这样一种女性，就男人总是想象这样一种女性。就你在那个时候，你遗弃她的时候，她是一如既往的要把她完整的献给你，彻底的献给你，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知识分叙事的这种高潮也不再是对那种精神升华的一种体验了，是吧？它只是对女人身体的体验，只是女人的奉献，啊？你看看，我感到小说主题变成转化到这个地方了，我感到有两条火烫的胳膊将我紧紧地牢住，把我拉下去，拉下去，沉到月光的湖底。耳边又响起从水底深处浮上来的声音：“你别忘了，是我把你变成真正的男人的。”那么这句话确实是这部小说一直纠缠不清的一个主题，是吧？到底是知识分子通过苦难的磨练，认识到对人民、对民族的这种责任，还是说是通过身体来获得女人？对他身体的复原，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坚强的男子汉。所以在这里面，坚强的男子汉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这两点他是混淆在一起的，他是混淆在一起的。